第一部《博尔斯通的悲剧》一警告。我对福尔摩斯说：“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福尔摩斯急躁的回答：“我自认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可是我得承认，他用这样嘲弄的口吻打断我的话，的确使我有点不快。” 说实在的，福尔摩斯，我严肃地说，有时候你真是有点过分了。福尔摩斯正在全神贯注的思考，没有回答我的抗议。他用手支着头，面前放着一口未动的早餐，双眼凝视着刚从信封里抽出来的那张纸条，然后他拿起信封。 举到灯前，仔细的研究它的样子和封口。这是博尔洛克的笔记，福尔摩斯沉思着说：“尽管只见过两次博尔洛克的笔记，我也毫不怀疑这张纸条就是他写的。希腊字母 E 上端写成花体是他的特色。不过，如果真是出自博尔洛克之手，” 那他就一定极为重要了。福尔摩斯是在自言自语，不过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也使我的不快变得烟消云散。那么，波尔洛克是谁？华生，波尔洛克是个假名，他只是一个人的身份符号，在他背后是一个诡计多端、谨小慎微的人物。 在上一封信里，他坦率地对我说：“这不是他的真名，并且请我不要试图在这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追踪他。”博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他本身，而在他背后的那位大人物。你想想看，一条青鱼和一条鲨鱼，一只豺狼和一只狮子。 总之，一个本身无关紧要的家伙和一个可怕的怪物缔结了友谊，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怪物不仅可怕，而且邪恶至极。华生，在我的眼中，他就是这样的怪物。我向你提到过莫利亚里亚蒂教授吗？那个手段高超的著名罪犯，在罪犯中的声望就像别丢人，华生。 福尔摩斯不赞同地嘟囔着：“我是想说，就像在公众中那样默默无闻，聪明。你真有出众的智慧。”福尔摩斯大声地说：“真没有想到，你的说话风格有时也带着调皮的幽默，花生。我可得小心提防着你这一招，把莫利亚蒂叫做罪犯。” 从法律上讲，你是公然诽谤。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一切罪恶的总策划，黑社会的领袖，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首脑。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一般人根本不会怀疑他，他从未受到过任何指责。他为人处事的能力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是那样的令人钦佩。 因此，就凭你的这几句话，他就能把你告上法庭，让你赔上一年的年金去抵偿他名誉的损失。他不就是小行星动力学的著名作者吗？这本书上升到了纯数学罕有的高度，据说科学界没人能对他提出什么批评。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诽谤吗？ 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诋毁的教授，这就是你们将要分别得到的头衔。他真是个天才，华生。不过，只要那些小喽啰弄不死我，总有一天我们会获胜的。希望我能亲眼看到那一刻。我热诚的欢呼着。不过，您刚才还提到波尔洛克啊，不错。 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距离它连着的那个庞然大物，并不远。对咱们来说，博尔洛克这一环并不是十分坚固的。据我所知，它是这个链条里唯一的薄弱环节。就算只有一个薄弱环节，整个链条。 也不会兼顾，亲爱的华生，完全正确。所以波尔洛克非常重要。他还有一点最低限度的正义感。我又偶尔偷,偷偷送给他一张十磅的钞票，在这适当的鼓励下，他已经有一两次是先向我送来了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价值在于。 能使我预见并阻止某些罪行，而不只是在事后惩办罪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上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面前这封信也一样。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我站了起来，在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文字是这样的。 五三四，C 二，幺三，幺二七三六，三幺四，幺七二幺四幺，Douglas，幺零九，二九三，五，三七，Burston，二六，Burston，九，幺二七幺七幺。 福尔摩斯，从这些文字中，你得出了什么结论？显而易见，这是用来传递秘密信息的。不过，没有密码本，密码信又有什么用呢？在这种密码中，是完全没用的。为什么你说，在这种密码中呢？因为对我来说，许多密码就像…… 报纸通告栏里的废话一样简单，那些简单东西是为人类的智力提供的消遣，不会让人感到疲惫。可这一次就不同了，他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如果不告诉我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为什么又要写上？ 道格拉斯和博尔斯通呢？显然那本书上没有这两个词。他为什么不告诉你是哪本书呢，亲爱的华生？你有天赋的机智和与生俱来的狡黠，你的朋友们都为此高兴，所以你当然明白，不能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同一个信封里。那样的话，一旦信件投递错了。 你就败露了。现在这样，只有两封信同时出了差错，才有可能出乱子。我们的第二封信就该到了。如果那封信里没有送来解释的文字，或者更可能的是，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那才使我感到奇怪呢。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 过了几分钟，小听差比利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笔迹相同，福尔摩斯打开信封，竟然还签了名。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说：“哈，华生，咱们有进展了。”可是当他看完信的内容后，双眉又锁了起来。啊，这太让人失望了！ 发生，我们的期待恐怕都要变成泡影了。但愿博尔洛克不会遭到不幸。这信上写着：“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种事我不想再干了，太危险了。他怀疑我了，我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了。当我写完地址，打算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他出乎意料的来了。” 幸亏我把它盖住了，如果他看到的话，我就非常危险。可是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出了不信任的神色，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那封信对你没有用了，弗莱德·波尔洛克。念完信，福尔摩斯坐在那里，手指间摆弄着信纸，皱着眉头。 凝视着壁炉。不管怎样，最后他说：“这也许并没有什么，也许他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罢了。他认为自己是背叛者，所以自以为从那个人的目光里看到了谴责。那个人，我想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完全正确。” 他们那一伙人，不管是谁，只要提到他，都知道是谁。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他。可是他又能怎样呢？这倒是个大问题。当一个欧洲最出色的头脑在和你作对，他的背后还有黑暗势力的全部力量，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了。 不管怎么说，咱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受惊过度了。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记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看。就像他说的，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突然来访前写的，所以清楚有力；但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的几乎看不清了。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丢下不管不就好了吗？因为他害怕我去追问他。 给他添麻烦。不错，我说，的确如此。我拿起用密码写的第一封信，皱起眉头盯着他。明知道这张纸上有重大的秘密，可又没办法破译它，简直把人急疯了。福尔摩斯推开一口没有尝过的早餐。 点着了难闻的烟斗，这是他沉思时的伴侣。我很好奇。福尔摩斯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也许你那马基亚维里的材质漏掉了一些线索。让我们靠纯粹的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封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咱们就从这一点出发吧。相当模糊的出发点呢、啊，那就让咱们试着缩小一下范围吧。这封密码信开始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五三四，对不对？我们可以假设五百三十四是密码出处的页数，那么这本书就很厚了。 这就是一点进展。关于这本厚书的情况，我们能找出什么别的迹象呢？第二个符号是 C 二，你认为它是什么意思，华生？当然是第二章了，不一定，华生。我相信你一定同意我的理由。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章节就无关紧要了。再说，如果五百三十四页还是第二章。 那第一章就一定长的令人难以忍受了。代表第几栏？我喊了起来。高明，花生，今天早上你真是才华横溢啊，如果他不是第几栏，那我们就算是误入歧途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分双栏，每一栏又相当长。 因为在这封信中有一个词的号码是二百九十三，我们的推理是不是到头了呢？恐怕是这样。你太小看自己了，亲爱的华生。让你的智慧再绽放一次光芒吧，再来一次灵机一动。如果这本书不常见，他一定早就寄给我了。在他的计划失败之前，他并没有把书寄给我。 而是打算通过写信告诉我线索，他在信里是这样说的，这就足以证明他认为这本书我很容易找到，他有这样的一本，所以猜到我也会有。总之，华生，这是一本很常见的书。你的话听起来的确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分两栏排印而且常见的。 后书上了，《圣经》。我得意洋洋的大声说道：“好，花生，很好。可是如果你不见怪，我觉得还不够好。如果我接受人们对我的赞扬，就不会列举出一本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可能有的书来。” 而且，圣经的版本非常多，很难设想有两个版本页码相同。而这本书显然在版本上是统一的。他知道他书上有五百三十四页，肯定和我书上的五百三十四页完全相同。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很少，完全正确。我们的线索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了版本统一、有人人都有的一本书了。布雷德笑，花生还是不太好。布雷德笑，火车时刻表用词简洁有力，但词汇量很有限，很难选择用来传递信息。我们还是把布雷德笑排除吧。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字典也不合适。 那还有什么书籍呢？年鉴，太好了，华生。如果这一次你还没有猜中要害，那我就大错特错了。一本年鉴，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惠特肯年鉴的条件吧。这是一本常用的书，有我们需要的页数，分两栏排印。虽然一开始用词简练。 但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快到结尾的时候就变得很啰嗦了。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了这本书。这是第五百三十四页，第二栏。我看它很长，讨论的是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政府”，虽然这个词对我们。 和对莫里亚蒂教授来说都有点离题，但至少还有意义。哦下一个词是“朱宗”。我的好华生，咱们失败了，这下子完了。虽然他说话时用了开玩笑的口气，但是颤动着的浓眉反映出了他内心的失望和恼怒。我也。 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凝视着炉火。突然，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冗长的沉默。他奔向柜橱，从里面拿出了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华生，咱们吃了太时髦的亏了，他大声地说：“咱们追求时髦，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是一月七日，我们非常及时的买了一本新年鉴。看起来，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那封信的。毫无疑问，如果他能把第二封信写清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五百三十四页都讲了些什么。至于第十三个词是 “there”，这就很有希望了。 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is，there is，这里有，福尔摩斯兴奋的目光炯炯，在他数一个个词的时候，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停地颤抖着，danger，哈，好极了，危险，这里有危险，请速来。 华生，把它记下来。这儿将有危险，会很快的降临到道格拉斯这个富裕的乡绅身,身上。地点是波尔斯东村，波尔斯东庄园。华生，你看，你觉得纯粹的推理和它的成果如何？ 如果蔬菜店也卖桂冠这种东西，我一定要叫比利买一顶来。福尔摩斯破译着密码，我一边把译文草草的记在膝盖上的一张大页书写纸里，一边全神贯注的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我说：“他表达意思的方法多么古怪勉强啊！恰恰相反，他干的太妙了。” 福尔摩斯说：“当你只在一栏文字里寻找词汇来表达你的意思时，很难指望顺利的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一个词。因此，你只好留下一些东西，让收信人靠他的智慧去理解。这封信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有些恶魔准备对付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先不管他是谁。” 信上说他是一个富有的乡绅，博尔洛克确信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真是精湛的分析工作。福尔摩斯就像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算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最高标准而暗自失望的时候，依然能够客观地对待自己取得的成果。 当比利推开门，把苏格兰场的麦克当纳警官引进屋的时候，他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轻声发笑呢。那还是刚刚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艾利克·麦克唐纳还不像现在这样名满全国。虽然当时他只是个青年，不过由于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 他已经在侦探界深受信赖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看就知道具有过人的体力。巨大的头颅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又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智力。这种智力清楚地从他那两道浓眉下闪烁了出来。他是个沉默寡言、谨慎细致的人。 性格倔强，带有很重的阿布丁口音。福尔摩斯帮他办过两件案子，都获得了成功，而福尔摩斯得到的唯一酬劳，就是用智力解决困难的快乐。因此，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说是爱慕。这表现在，只要他有困难，就老老实实的向福尔摩斯请教。 平庸的人看不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但是有才能的人能看出别人的天才。麦克唐纳很有才能，所以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教并不有辱身份。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还是在经验上，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不喜欢交往，但并不讨厌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 每次见到他，总是面带微笑。你来的真早，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祝你顺利。”我担心你来拜访我，代表又有案件发生了。福尔摩斯先生，相比于担心，我相信您其实更想说希望。这位警官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很好，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晨阴冷的寒气。谢谢，我不抽烟。我不得不尽快赶来，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时间是最珍贵的。这一点您最清楚。不过，不过，警官突然停了下来，惊异的凝视着桌上的一页纸。 我草草记下密码信译稿的那张纸。Do Do Douglas，他结结巴巴的说博：“博尔斯通，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这简直是魔术！您从哪儿弄到这两个名字的？这是华生医生和我偶然从一封密码信里破译出来的。这两个名字出了什么问题吗？” 警官茫然不解、目瞪口呆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正是这样，他说：“这位博尔斯通庄园的达格拉斯先生，昨天夜里被人残忍的谋杀了。”二，福尔摩斯的论述，这又成了我们经历过的。 一个戏剧性时刻，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存在的。这个惊人的消息既没有让他吃惊，也没有让他激动。尽管他的性格并不残忍，但毫无疑问，长期受到过度的刺激让他变得冷漠了。然而，他的感情固然冷漠，理智的洞察力却极端敏锐。 这条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惧，但是他却不露声色，显得颇为镇定而沉着，仿佛一位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的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他说：“看来你并不惊讶，麦克先生，这只不过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已。我并不惊讶。” 我为什么要惊讶呢？我从某个渠道接到一封匿名信，并知道这封信非常重要。他向我提出了警告，危险正威胁着某个人。一小时之内，我得知这一危险变成了现实。那个人已经死了。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不惊讶。 福尔摩斯把这封信和密码的由来向警官简单讲述了一遍。麦克当娜双手托着下巴，淡茶色的浓眉蹙成一团。今天早上，我正准备去博尔斯通，他说：“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朋友是否愿意同去。不过从你刚才的话来看，我们在伦敦。” 也许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我不这样想。”福尔摩斯说。“为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叫了起来。“一两天之内，报上就会登满了博尔斯通之谜。不过，既然在罪行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人在伦敦预料到了，那还算得上是什么谜呢？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其余的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毫无疑问，麦克先生。不过，你打算怎么去抓住这个所谓的博尔洛克呢？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这是从坎布威尔投寄的，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您说过名字是假名，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帮助。您不是说曾经给他送过钱吗？” 给过两次，那怎么送给他的呢？把钱寄到坎布威尔邮局。您没有设法去看看，是被谁取走的吗？没有。警官现出吃惊的样子，有些诧异的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贯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我答应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您认为他的背后有什么人吗？我知道有，就是我曾听您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完全正确。麦克当娜警官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不瞒您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刑事调查部都认为您对这位教授有点偏见。 关于这件事，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他似乎是一位非常可敬、既有学问又有才能的人。我很高兴你赏识这位天才，先生，您不能不佩服他呀。我听了您的看法之后，就决定去看看他，还和他闲聊了一下日食的问题。 我记不清是怎么谈到那个的了。不过他拿出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一下子就把原理说得清清楚楚的。他借给我一本书，不过不怕您笑话，尽管我在阿布丁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有点看不懂。他面孔瘦削，头发灰白，说起话来神态严肃，完全可以当一个极好的牧师。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就像是一个人走上了冷酷凶残的社会之前，父亲在送给他祝福似的。哈哈哈哈，福尔摩斯笑了起来，一边搓手一边说：“好极了，好极了，麦当娜，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这次令人愉快、感人肺腑的会面，是不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呢？” 是的，很精致的房间，对不对？非常精致，实在非常华丽，福尔摩斯先生。你是坐在他的书桌对面吗？正是这样。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是在暗处，对吗？当时是晚上，不过我记得当时灯光的确照在我的脸上。 毫无疑问，你是否注意到教授座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我没有漏掉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正是我从您那里学到的本领。是的，我看到了那幅画。画上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双手托腮，用眼角瞥视着我。那是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油画。 警官尽力显得很感兴趣，让巴蒂斯特·格罗斯，福尔摩斯对顶着指尖，仰头靠在椅背上。那是一位法国画家，在1750年到1800年间显赫一时。当然，我是指他的绘画生涯。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而现在的评价。 比当时还要高。警官现出茫然不解的样子。我们最好还是……我们正是在谈这件事。福尔摩斯打断了警官的话：“我所说的一切都和被你称为博尔斯东之谜的案子有着非常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关系。”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这件案子的核心。麦格唐纳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勉强的笑了起来。对我来讲，您的思路有点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省略了一两个环节，我就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死去的画家和博尔斯通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知识对侦探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说：“一八六五年时，一幅题为《牧羊少女》的格勒斯作品在波迪利斯拍卖时拍到了一百二十万法郎，四万英镑以上。即使这样一件小事，也足以引起你的思考。显然，这确实引起了警官的思考。” 他认真的听着，我可以提醒你，福尔摩斯继续说下去。教授的薪金可以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判断出来，每年是七百磅。那他怎么买得起？正是如此，他怎么买得起呢？啊、哦，这是值得注意的，警官沉思着说。 请您继续讲下去，福尔摩斯先生。我喜欢听您说这些，简直太妙了。福尔摩斯笑了笑，他受到别人真诚的钦佩时，总是感到温暖。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性格。他问：“那博尔斯通呢？”我们还有时间。警官看了一下表，说。 我有一辆马车等在门口，不用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维多利亚车站。可是关于这幅画，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您从来没有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啊。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您怎么能知道他房间里的情景呢？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去过他的房间三次。 有两次，以不同的借口等他，在他回来之前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哈，那可不应该对官方侦探讲，那是最后一次。我擅自检查了一下他的文件，获得了完全意外的结果。您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完全没有，这正是让我惊奇的地方。 不管怎样，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幅画所具有的意义了。它说明摩里亚迪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他是如何搞到这些财富的？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的教授年薪是七百磅，而他竟然拥有一张格勒兹的油画。 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收入很高，而这一收入是用非法的手段得来的吗？正是如此。当然，我还有别的理由这样想。许多的蛛丝马迹，都隐隐约约的通向蛛网的中心，而这条毒虫却一动不动的在那里潜伏着。 我只提起了一个格勒兹，因为你已经亲眼看到了。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承认，您刚才所说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不仅非常有趣，而且奇妙极了。不过，如果您能讲的再清楚一些，就更好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伪造钞票？私铸硬币？还是盗窃？ 你读过 Jonathan 姜纳、er、森·怀尔德的故事吗？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很熟悉。他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吧？对不对？我对小说里的侦探向来是不感兴趣的。这些家伙做什么事都不让人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那只不过是灵机一动，算不上办案。Jonathan 姜纳森·怀 e 德不是侦探，也不是小说里的人物，他是一个犯罪的巨匠。 生活在上个世纪，一七五零年前后。那么他对我就没什么用处了。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麦克先生。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三个月，每天读十二小时犯罪史。任何事情都是往复循环的，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是如此。 j o n a t h a n Wilder 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动力。他靠着狡猾的头脑和他的组织，从伦敦罪犯那里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 我要告诉你一两件关于莫里亚蒂的事，它会使你感兴趣的。我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偶然发现了莫里亚蒂锁链中的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罪大恶极的人物，另一端是上百个商人的打手、小偷、诈骗犯和靠耍花招骗钱的赌棍。 还有五花八门的罪行。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是塞巴斯蒂安·摩兰上校，而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位参谋长和对莫里亚蒂本人一样的无能为力。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多少钱吗？我很愿意知道，一年六千磅，这就是他运用头脑的代价。 你一定能理解美国的商业原则。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完全出于偶然，这比一个首相的收入还要多。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出穆里亚蒂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以及他所从事的活动规模有多大。还有一点，最近我曾有意地搜集了穆里亚蒂的一些支票。 只不过是他支付生活账单的普通支票，没有嫌疑。但这些支票是从六家不同的银行支取的，这一点，你作何感想呢？当然，非常奇特。可是，您从这一点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不愿意让别人议论他的财富，谁也别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我深信他开了二十个银行账户，大部分财产很可能存在国外的德意志银行或者里昂信贷银行。以后当你有一两年空闲时间的时候，我请你把莫里亚蒂教授好好的研究一下。这番谈话给麦当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兴致盎然地听入了神儿，不过现在他那讲究实际的苏格兰人性格又让他马上转回到了面前的案子上。不管怎样，他当然可以存在任何一家银行，麦克当纳说：“您讲这些饶有兴味的逸文，旧事，让我们都忘记了讨论的主题，福尔摩斯先生。真正重要的是您所说的线索。” 那位教授和这件罪案有关。您从布尔洛克那里收到的警告信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能不能为了当前的实际需求再前进一步呢？我们不妨推测一下犯罪动机。根据 之前你所讲的情况，这是一宗莫名其妙的，或者至少说是难以解释的凶杀案。现在假设犯罪的起因正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就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动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蒂用铁腕统治他的党羽，他的纪律非常严，在他的法典里只有一种。 惩戒形式，那就是处死。现在我们可以假定，那个被害人 Douglas 以某种方式背叛了他的首领，而他那即将临头的厄运被这个首领的某个部下知道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对他的惩戒，而这一惩戒也会被所有的人所知晓，其目的不过是要让部下都感受到。 死亡的恐惧。好，这是一种意见，福尔摩斯先生。另一种意见是，惨案实际上是莫里亚蒂策划的营生。那你遭到了抢劫没有？我没有听说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假设可能不符合实际，而另一种假设就比较接近实际了。 莫利亚蒂很可能在分得赃物的许诺下参与了策划，或者是别人给了他很多钱，请他主持这一罪恶勾当。不过，两种假设依然都有可能。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可能性，或者还有什么第三种综合性的可能，我们都必须到博尔斯通去寻找答案。 我对这个目标太了解了，他绝不会在这里留下任何让咱们追踪到他的线索。那么咱们一定要去博尔斯通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地说：“哎呀，比我预想的要晚多了，先生们，我只能给你们五分钟准备时间。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福尔摩斯跳起来，飞快地脱下睡衣，换上外套。 麦克先生，等我们上了路，请把一切情况详细的告诉我。一切情况少得令人失望，但他们却足以让我们确信，眼前的案子是非常值得一位专家密切注意的。当福尔摩斯倾听那少得可怜但却非常特别的细节时，他面露喜色，不停的搓着瘦削的双手。 漫长而又百无聊赖的几个星期总算过去了，终于又有了一个适合发挥他非凡才能的案件了。这种非凡的才能就像其他特殊的天赋一样，当他失去用武之地的时候，就会让他们的主人感到厌倦。敏锐的头脑也会由于无所事事而生锈的。 出现工作机会的时候，福尔摩斯的双眼炯炯有神，苍白的双颊现出红晕，热切的面孔显出无限的神采。他坐在车上，上身前倾，聚精会神地倾听麦克唐纳讲述这个在苏塞克斯等待着我们的案子的概况。警官向我们解释说，他的信息来源于一份草草写成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清晨通过送牛奶的火车带来的。当地官员 White Mason 是警官的好朋友。当地方上的人需要苏格兰场帮忙的时候，麦克唐纳总是及时的伸出援手。这是一件无从下手的案子，这样的案子一般需要大伦敦警察厅的专家去解决。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麦克唐纳警官，这封信是写给你个人的，另有公文送到警署，请打电报通知我。你坐早晨哪一班车到博尔斯通来，以便我去迎候。如果我不能脱身，也将派人去接。这个案子不同寻常，请火速前来，不要耽误一点时间。” 如果你能和福尔摩斯先生一起来，务请同行，他会发现这是完全合他心意的案子。如果不是其中有一个死人，我们简直会把它当成戏剧性的演出呢。哎呀，这真是不寻常的案子啊！看完信，福尔摩斯说：“你的朋友似乎并不愚蠢。”是的，先生，如果让我评价的话。 怀特·梅森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很好。你还有别的话要补充吗？等见到他的时候，他会把详细情况都告诉咱们的。那么你怎么知道道格拉斯先生和他惨遭杀害的事呢？那是随信附来的正式报告上说的。报告上没有用“惨遭”二字，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术语。 报告只说死者叫约翰·道格拉斯，提到他伤在头部是被火枪射中的，还提到案发时间是昨晚接近午夜时分。这案子毫无疑问是一桩谋杀案，不过还没有拘捕任何人。此案具有非常复杂和分外离奇的特点。等等，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那么。 麦克先生，你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根据不足，过早做出判断，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为有害的。目前我只能肯定两件事：伦敦的一个大智囊和苏塞克斯的死者。我们所要查清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三。 博尔斯通的悲剧。现在，我把无关紧要的人物暂时放在一边，先描述一下我们到达案发地点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些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读者了解有关人物以及决定他们命运的奇特背景。博尔斯通是个小村落。 在苏塞克斯郡北部边缘地区，是一片古老的半砖半木的房屋，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不过近年来，由于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优越，有些富裕人家移居此地，他们的别墅在四周丛林中隐约可见。当地人认为，这些丛林是威尔德大森林的边缘。 大森林延伸到北部白垩丘陵地，也变得越来越稀疏了。由于人口日益增长，一些小商店也应需要开设了起来。因此，它的未来已经显而易见。博尔斯通很快就会从一个古老的小村落发展成现代化城镇。博尔斯通是一片相当大的农村地区的中心。 离这里十或十二英里远，向东延伸到肯特郡的边区，有一个离这里最近的重要城镇—— t m l 汤布 w e 维 r s 离村镇半英里左右，有一座古老的园林，以其高大的山毛榉树而闻名。这就是古旧的博尔斯通庄园。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物的一部分，兴建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代。 当时，雨果德·坎普斯在红脸王赐给他的这个庄园中心建立起了一座小型城堡。这座城堡在1543年毁于火灾。直到詹姆士一世时代，一座砖瓦房才又在这座封建城堡的废墟上修建起来，还利用上了原来那座城堡四角所用的被熏黑了的基石。 庄园的房子上有许多山墙和菱形小格玻璃窗，依然是17世纪初它的建造者所遗留下来的样子。原本用于护卫那些尚武先辈的两道护城河，外河已经干涸，被辟作了菜园；那道内河依然存在，虽然只剩下了几英尺深，但宽度却还有四十英尺。 环绕着整个庄园，有一条小河为它提供了水源，因此尽管水流浑浊，却不像壕沟死水那样肮脏。庄园住宅的底层窗户离水面不到一英尺。进入庄园，必须通过一座铁链和绞盘早已生锈毁坏了的吊桥，不过。 这座庄园精力充沛的新住户把它修复了，它不但可以吊起，而且实际上每天晚上都吊起来，早晨再放下去，这就恢复了旧日封建时代的习俗。一到晚上，庄园就变成了一座孤岛。这个事实和即将轰动整个英国的这件案子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座房子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道格拉斯买下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荒废、坍塌成引人注目的废墟的危险了。这个家庭只有两个人：约翰·道格拉斯和他的太太。从性格和人品两方面来说，道格拉斯都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大约五十岁，宽阔的下巴，粗犷的面容。 蓄着灰白色的小胡子，有一双特别敏锐的灰眼睛。他的身体瘦长而结实，其健壮机敏丝毫不亚于年轻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和蔼可亲，但是在他的举止中又有点不拘礼仪，使人感到他似乎曾经体验过远远低于苏塞克斯郡社会阶层的生活。 然而，尽管那些颇有教养的邻居们以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看待他，但由于他慷慨大方地为当地一切福利事业捐款，还参加他们那些允许抽烟的音乐会和其他盛大集会，加上他拥有受人欢迎的男高音的浑厚嗓音，而且喜欢应大家的要求高歌一曲。 所以，道格拉斯很快就得到了村民们的爱戴。他看起来很有钱，据说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赚来的。从他本人和太太的谈话中，人们清楚地得知，他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道格拉斯慷慨大方、平易近人，人们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而他那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的性格，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尽管他不是个很高明的枪手，但每次狩猎集会，他都应邀参加，令人吃惊的与别人较量。不仅凭着决心坚持了下来，而且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有一次，教区牧师的住宅起火，当本地消防队宣告无法扑救之后， 他仍然无所畏惧的冲进火场抢救财物，从而崭露头角。正是因为这些事，约翰·道格拉斯虽然来到博尔斯通不过五年，却已誉满此地。他的太太也颇受相识者的敬爱。按照英国人的习惯，一个迁来本地的异乡人，如果未经介绍，不会有什么拜访他的人。 但对她来说，这无关紧要。她生性羞涩，而且显而易见，她的心思都在照顾丈夫和料理家务上。传说她是一个英国女子，在伦敦和道格拉斯先生相识，那时候道格拉斯正在关居。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身材高挑，肤色偏深，体态苗条。她比丈夫年轻二十岁。 但年龄的悬殊似乎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美满的家庭生活。然而，有时那些熟悉内情的人说，他们的相互信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与其说道格拉斯太太不愿多谈她丈夫过去的生活，倒不如说她不完全了解。少数观察敏锐的人曾发现并议论道。 道格拉斯太太有时会出现神经紧张的表现，只要她的丈夫出门又回来的太晚的时候，她就显得极度不安。平静的乡村总喜欢传播流言蜚语，庄园女主人这个弱点当然也不会被人们默默放过。而事件发生后，这个秘密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还有一个人，说实在的，虽然他只是有时在这里住一阵，不过由于这件奇案发生的时候他也在场，因此在人们的议论中，他的名字显得特别突出。这个人叫塞西尔·詹姆斯·巴克，哈普斯特德·黑尔斯洛基地方的人。巴克身材高大灵活，波尔斯东主要大街上人人都认识他。 因为他经常出入庄园，是个在庄园里极受欢迎的客人。除了他，没有人了解道格拉斯过去的生活。巴克毫无疑问是个英国人，但是据他自己说，他初次与道格拉斯相识是在美国，而且在那里两个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看起来，巴克拥有大量的财产，而且众所周知。 还是单身。从年龄上讲，他比道格拉斯年轻的多，最多四十五岁。他体态健美，膀大腰圆，脸刮得很光，脸型就像是一个职业拳击家。浓密的黑眉毛，一双目光逼人的黑眼睛，甚至用不着他那本领高强的双手的帮助，他就能从敌阵中清出一条路来。 他既不喜欢骑马，也不喜欢狩猎，却喜欢叼着烟斗，在这古老的村子里转来转去，或者和主人一起；主人不在时，就和女主人一起，在景色优美的乡村中驾车出游，作为消遣。管家 m 姆斯说：“他是一个性情随和、慷慨大方的绅士，不过，哎呀，我可……” 不敢反对他。巴克与道格拉斯非常亲密，与道格拉斯太太也同样友爱。不过，这种友谊似乎不止一次引起那位丈夫的愤怒，甚至连仆人们也觉察出了这种烦恼。这就是惨祸发生时这个家庭中的第三个人物。至于老宅子里的其他居民， 只要提一提埃 m 斯和艾伦太太就够了。管家埃 m 斯是一个拘谨、古板、文雅而又能干的人，而艾伦太太则是个丰满、漂亮而又快乐的人。她分担了女主人的家务工作。宅子中其他六个仆人就和一月六日晚上的事件毫无关系了。夜里十一点四十五分。 当地的小警察局收到了第一次报警，当时是苏塞克斯警察队的威尔逊警官执勤。塞西尔·巴克非常激动地冲向警察局的门，拼命地敲起警钟。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报告说：“庄园里发生了惨剧，约翰·道格拉斯被人杀害了。”他匆匆赶回庄园。几分钟之后，警官随后赶到。 他是向郡当局紧急报告发生了严重事件之后，在刚过十二点的时候赶到犯罪现场的。警官到达庄园时，发现吊桥已经放下，楼窗灯火通明，全家都处在非常混乱和惊慌失措的状态。面色苍白的仆人们彼此紧挨着站在大厅里。 惊恐万状的管家搓着双手站在门口，只有塞西尔·巴克看起来比较镇静。他打开了离入口最近的门，招呼警官跟他进来。这时，本村活跃而很有能力的开业医生乌德也到了，三个人一起走进这个不幸的房间。 惊慌失措的管家也紧跟着他们走了进来，并随手把门关上，不让那些女仆们看到这可怖的景象。死者四肢摊开，仰卧在屋子中央，身上穿着一件桃红色睡袍，里面穿着夜服，赤脚穿着粘拖鞋。医生拿下桌上的油灯，跪在他身旁，只看了他一眼。 就完全明白，毫无救活的可能了。死者伤势严重，胸前横着一件稀奇古怪的武器——一支枪管从扳机前一英尺的地方锯断了的火枪，两个扳机用铁丝捆在一起，为的是同时发射，以便构成更大的杀伤力。显然，射击距离非常近。 而且全部火药都射到了脸上，死者的头几乎被炸得粉碎。这样重大的责任突然降临到乡村警察身上，使他困惑不安，失去了勇气。在长官到来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动。他手足无措的凝视着那可怕的头颅，低声说。 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动过，塞西尔·巴克说：“我保证，你们看到的一切都和我发现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间？警官掏出笔记本。当时正好十一点半，我还没有脱衣服。听到枪声时，我正坐在卧室壁炉旁取暖。枪声并不很响，仿佛…… 被什么捂住了似的，我跑下楼来，跑到那间屋子时，也不过半分钟的时间。嗯，那时门开着吗？是的，门是开着的。可怜的道格拉斯倒在地上，和你现在看见的一样。他卧室里的蜡烛还在桌子上燃烧着。后来过了几分钟，我才把灯点上。你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吗？没有。 我听见道格拉斯太太随后走下楼来，就连忙跑过去把她拦住，不让她看到这可怕的景象。女管家艾伦太太也来了，扶着她走开。接着埃姆斯来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房间里。可是，我听说吊桥整夜都是吊起来的。是的，在我把它放下来之前，吊桥是吊起来的。那凶手。 是怎么逃走的呢？这是不可能的。达克拉斯先生一定是自杀。起初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你看，巴克把窗帘拉到一边，让警官看那已经完全打开的长玻璃窗。你看看这个，他把灯放低，照着木窗台上，好像一只长筒靴印的血迹。 有人在逃出去的时候，曾经站在这里。你认为有人趟水逃过了护城河吗？正是这样。那么，如果你在案发后不到半分钟就来到了屋子里，罪犯当时必然还在水中啊！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当时我如果跑到窗前就好了。 可是，正像你刚才所看到的那样，窗帘遮住了窗户，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我听到道格拉斯太太的脚步声，我不能让她走进这个房间，简直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医生看着被炸碎了的头颅和头颅四周的可怕血迹说：“从博尔斯通火车撞车事件以来，我还没有见过。” 这么可怕的伤！那位乡村警官的那被乡下人的常识局限住的迟缓思路，仍然停留在打开的窗户上。他说：“嗯，不过我看你说有一个人趟水越过护城河逃走，完全正确。不过我想问你，既然……” 吊桥已经吊起来了，他又是怎么走进来的呢？巴克说：“啊，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吊桥是几点钟吊起来的呢？”管家 m 姆斯说：“呃，将近六点钟。”警官说：“我听说。” 吊桥通常是在太阳落下的时候吊起来，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日落应该是在四点半左右，而不是六点钟啊。” m 姆斯回答。“道格拉斯太太请客人们吃茶点，客人没走，我不能把吊桥吊起来。在那之后，桥是我亲手吊起来的。” 那这样说的话，警官说：“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假设是这样啊，那他就必须在六点钟之前通过吊桥，而且一直藏身到十一点钟之后，道格拉斯先生走进屋中。”啊，正是这样，道格拉斯先生每天晚上。 都要在庄园里巡视一番。他上床睡觉前，最后总要查看一下烛火是不是安全。这样，他就来到了这里，而那个人正在等着他，并向他开枪，然后丢下火枪，越过窗户逃跑了。我认为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能和眼前的事实相符。警官从死者身旁的地板上拾起一张卡片，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两个大写字母 “V V”，下面是数字“三四一”。警官举起卡片，问道：“这是什么呀？”巴克好奇的看着卡片。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他说：“这一定是凶手留下来的。”“微微三四一”，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警官用他的大手来回翻着名片，说：“微微大概是人名的开头大写字母吧。” 啊，医生，你找到了什么呀？壁炉前的地毯上放着一把坚固而精致的大号铁锤。巴克指了指壁炉台上的铜头钉盒子，说：“昨天达格拉斯先生换油画，我亲自看到他站在椅子上，把这张大画挂在上面。铁锤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最好还是把它放回发现它的地方吧。” 警官茫然的搔着头，只有头脑极为敏锐的警探，才能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是，请伦敦的警察来处理这个案子吧。他举起了灯，环绕屋子，慢慢的走着。哎，他突然兴奋的把窗帘拉向一旁，大声说。 这窗帘是几点钟拉上的呢？呃，点起灯来的时候，管家回答说，四点钟刚过没多久，完全可以肯定，曾经有人藏在这儿。警官又把灯拿低了，在墙角的地方，长筒靴泥污的痕迹非常明显。我敢肯定，巴克先生。 这就完全证实了你的推测。看来，凶手是拉上窗帘的四点钟之后，吊桥还没有吊起来的六点钟之前溜进屋里来的。他溜进这个房间，因为他首先看到了这一间。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所以就躲到了窗帘后面。这一切看来非常明显。 看样子，他主要是想盗窃财物，可是道格拉斯先生碰上了他，所以他就下了毒手，然后溜之大吉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巴克说。不过我看，我们是不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为什么不趁凶手还没有走远，把村子搜查一番呢？警官想了想说。 早晨六点钟之前没有火车，所以他不能乘火车逃走。如果他拖着两条湿淋淋的腿在大路上步行，人们应该会注意到他的。在没有人来和我换班之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里。而且我认为，在案情弄清楚之前，你们也不便离开。呜的一声，拿起灯。 仔细的检查身体，这是什么呀？他问道。这记号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吗？死者的右臂落在外面，一直到胳膊肘，在前臂偏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奇特的褐色标记，一个圆圈，里面套着一个三角形，每一条痕迹都是凸起来的。 在灰白的皮肤上显得非常醒目。这不是什么针刺的花纹。医生的目光透过眼镜紧盯着那个标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标记。这个人曾经被烙过那种类似牲口身上的烙印。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十年里，我曾经多次看到过他身上的这个标记。”塞西尔·巴克回答说。“啊，我也看到过。”管家说，“主人挽起衣袖的时候，我就能看到那个标记。但是我一直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和案子就没有关系了。”警官说。 但这是一件怪事，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每件事都这么怪。哎，你你怎么了？管家指着死者伸出的手惊呼了起来：“他们把他的结婚戒指拿走了！”什么？真的是这样？主人左手小指上总戴着。 一个纯金的结婚戒指，上面还有一个天然块金的戒指，中指上戴着盘蛇形戒指。现在，天然块金戒指和盘蛇戒指都还在，唯独结婚戒指没有了。巴克说：“他说的很对。”警官问：“你是说，那只结婚戒指？” 戴在另一只戒指的下面，啊、呃，一直是这样。那么这个凶手，或者不管是谁，首先要把你说的那个天然块金戒指取下来，接着取下结婚戒指，然后再把那个块金戒指重新套回去。呃，是啊。 这位可敬的乡村警察摇了摇头。我看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案子交给伦敦吧，越快越好。White Mason 是个精明人，这里的案子没有他应付不了的。不久他就要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了。不过我想，我们只能指望伦敦把事情办到底。不管怎么说。 <laughs> 不怕让人笑话，像我这样的人办这样的案子，实在是力所不及呀。四，黑暗。凌晨三点钟，苏塞克斯的首席侦探接到威尔逊警官的紧急电话，乘坐一辆轻便马车从总部赶了过来，马被累得气喘吁吁。 他通过清晨五点四十分的火车把消息送到了苏格兰场。中午十二点，他在博尔斯通车站迎接我们。怀特·梅森先生是一个安静的人，刮得很光的红润面颊显得非常亲切。他穿着宽大的花呢外套，微向里弯的双腿刚劲有力地支撑着有些发福的身体。他看起来像个。 矮小的庄稼汉，或是退休的猎场看守人，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人，但是就是不像地方上典型的刑事警官。麦克唐纳先生，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案子。怀特梅森反复的强调，报界的人听到这件事。 会像苍蝇一样赶来的。我希望在他们来趟这趟浑水，并且把一切痕迹都弄乱之前，就把咱们的工作做完。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案子呢。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有某些情况会让您感兴趣的。啊、华生医生，还有您。 在我们结束工作之前，医生一定要发表一些意见。你们的房间在威斯特维尔阿姆斯旅店，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了。不过我听说房间还不错，也挺干净。仆人会把你们的行李送过去的。哦，先生们，请随我来。这位苏塞克斯的侦探是个非常忙而又和蔼的人。走了十分钟，我们就到达了旅店。 又过了十分钟，我们就坐在休息室里议论这件案子的情况了。麦克唐纳时不时的做些记录，福尔摩斯坐在那里，带着惊讶和衷心钦佩的样子倾听着，就像植物学家在鉴赏珍奇的花朵一样。奇怪，听完案情介绍之后，福尔摩斯说：“太奇怪了。” 我想不出以前有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奇怪的案子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早就想到你会这样说的。怀特梅森显得非常高兴。我们在苏塞克斯算是赶上了。我已经把今天早上三四点间从威尔逊警官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到现在的。 全部的情况都告诉你了。哎呀，我拼着老命赶了过来，结果证明本来用不着这么慌张的，因为这里没有我马上能做的事。威尔逊警官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情况，我检查了一下，认真研究了一番，多少还加了几点自己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热情的问着：“我首先仔细检查了一下铁锤，医生屋的也在旁边帮忙。铁锤上没有找到使用暴力的痕迹。呃，我原想，道格拉斯先生或许曾用这把锤子自卫过，在被丢到地毯上之前，锤子上可能留下了什么痕迹，但是。” 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麦克唐纳警长说：“当然，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有许多使用铁锤的凶杀案，锤子上并没有留下痕迹。啊，的确是这样，这并不一定能证明它没有被使用过。如果真的留下了什么痕迹，那对我们就有用了。可惜却没有。” 后来我又检查了一下，那支枪是大号铅弹火枪，正如威尔逊警官指出的那样，扳机捆在了一起，所以只要你扣动后面的扳机，两个枪管就会同时发射。不管做这种处理的人是谁，他肯定下定了决心，不让他的对手逃离厄运。 这支被截短的枪最多不过两英尺长，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的把它藏在大衣里。枪上虽然没有制造者的全名，不过两支枪管间的凹槽上还刻有 “P E N” 三个字母，其他的字母都被锯掉了。一个花底的大写字母 “P”，而后面的 “E” 和 “N”。 两个字母比较小，是这样吗？”福尔摩斯问道。“呃，正是这样。这是宾夕法尼亚小型武器制造公司，美国一家有名的工厂。”福尔摩斯说。怀特梅森紧盯着我的朋友，就像一个小小的农村开业医生望着哈利街的专家一样。 这个专家一句话就可以解开使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所有问题，福尔摩斯先生，这太有用了，您说的完全正确。奇怪，奇怪，难道您把世界上所有军火制造厂的名字都记住了吗？福尔摩斯挥挥手岔开了这个话题。怀特梅森继续说。 这无疑是一支美国火枪，我似乎在书上看到过。极短的火枪是美国某些地区使用的一种武器。撇开枪管上的名字不谈，这件事提醒了我：这些证据表明，进入屋里并杀死主人的，是个美国人。麦克当纳摇了摇头。 老兄，你想的太远了。我还根本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说明这座庄园里进来过外人呢。那这敞开的窗户、窗台上的血迹、奇怪的名片、墙角的长筒靴印，还有火枪，这些又怎么解释呢？这一切都是可以伪造的。达格拉斯先生是个美国人，或者曾经长期住在美国。 巴克先生也是如此。你没有必要从外面弄个美国人来解释你所见到的一些美国人的行为。那个管家，M 斯，他怎么样？可靠吗？他在查尔斯千多斯爵士那里待过十年，非常可靠。然后在五年前达克拉斯买下这座庄园的时候，来到了这里。他说他在庄园里。 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枪。这把枪已经改造的便于隐藏了，枪管就是为此而截短的。它可能装在任何箱子里。Ams 怎么能发誓说庄园里没有这样的枪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确实从来没有见到过呀。麦克唐纳摇了摇他那苏格兰人天生固执的脑袋。 我还是不能相信，有外人来过房子里。我请你考虑考虑。每当麦克唐纳全神贯注辩论的时候，他的阿伯丁口音就变得更重了。你假设，这支枪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而且所有的这些怪事都是一个外来人干的。我请你考虑一下，这样的假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哦，老兄，这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不符合一般的常识啊！福尔摩斯先生，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请根据我们听到的一切判断一下吧。好，麦克先生，讲一讲你的理由。福尔摩斯非常公平地说：“假设凶手存在的话，他绝不是盗窃犯。那枚戒指和那张卡片都说明。” 这是出于私怨的预谋杀人。好，有一个人溜进了屋里，蓄意谋杀。他一定明白，假如他还懂点事理的话，要逃跑是很困难的，因为房子周围都是水。他会选择怎样的武器呢？你一定会说，他需要的是世界上声音最小的武器，这样才能指望事成之后很快的穿过窗户。 趟过护城河，从容不迫地逃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他竟然带着自己能够选择得到的声音最大的武器，明知枪声一响，全庄园的人很快就能跑到出事地点，在他趟过护城河之前，人们多半就会发现他。这难道是可以理解的吗，福尔摩斯先生？这都是可信的吗？好。 你的理由很充分，我的朋友若有所思的回答的，的确需要大量的证据。White Mason 先生，请问你当时是否立即到护城河对岸去查过有没有人趟水上岸的痕迹呢？呃，福尔摩斯先生，那边没有痕迹。 不过，对岸是石头的，很难想象能找到什么痕迹。没有一点点足迹或者手印吗？嗯、没有。哈，White Mason 先生，你不反对我们动身前往庄园吧？那里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线索，给我们一些启示。呃，呃，福尔摩斯先生，我本想。 建议这样做的，但是又想在去庄园之前，最好先让您把一切情况都了解清楚。我想，如果触犯了您，w h i t e Mason 犹豫不决地看着这位同行。麦格当纳探长说：“我以前和福尔摩斯先生一起办过案子，他为人一向光明磊落。” 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不管怎样，按照我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我参加办案是为了帮助伸张正义，帮助警方工作。如果我不与官方合作，那是因为他们首先不与我合作。我从来不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 同时，怀特梅森先生，我要求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办案，并在我认为合适的时间交出我的成果，自始至终，而不只是在某些阶段里有这种权利。呃，我确信，有您参加办案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把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案情。 都介绍给您，怀特·梅森热情的说：“啊、哦，花生医生，请随我来。到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在您的书里有一席之地呢。现在，我们就出发吧。”我们走在古色古香的乡村道路上，路两旁各有一行结了梢的榆树，远处。 是一对因风吹雨淋而斑驳变色的古代石柱，上面长满苔藓，顶上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它们应该是昔日的博尔斯通主人堪布斯文章上两个后脚立起来的狮子图案。顺着迂回曲折、四周尽是草地和栗树的车道往前走不远。 人们只有在英国农村才能看到这种景色。然后是一个急转弯，眼前看到了一排詹姆斯一世时期低矮的古别墅，他们的砖已经变成了暗褐色，还有一个老式的花园，两旁都有修建得整整齐齐的紫杉树。我们走到庄园前，看到了一座木吊桥和优美宽阔的护城河。 河中的水在冬日的阳光下，像水银一样光滑如镜，闪烁着炫目的光芒。这座古老的庄园自从建成以来，时光流逝已有三百多年了。奇妙的是，它不仅反映出了几百年的人世沧桑和悲欢离合，由于历史悠久。 从这些古老的墙上，甚至可以显现出犯罪的先兆来。而且，那些奇怪的高耸着的屋顶和古怪的突出着的山墙，非常适合掩饰恐怖的阴谋。看到那些阴沉沉的窗户前面那片暗淡的颜色和水流冲刷的景象，我感到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发生这样一件案子的地方了。 怀特梅森说：“呃，这就是那扇窗户，吊桥右边的那一扇。昨天晚上发现的时候，也是那样开着。要想钻过一个人去，这扇窗户可够窄的。也许这个人并不胖。我们不需要用您的推论来了解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我和您完全可以挤过去。” 福尔摩斯走到护城河边，向对面望去，然后他又检查了一下突出的石岸和石岸后面的草地边缘。福尔摩斯先生，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怀特梅森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说明有人上岸的痕迹。不过，他为什么一定要留下痕迹呢？” 对呀、啊，他为什么一定要留下痕迹呢？护城河水总是这样浑浊吗？通常是这种颜色，因为河水流下来的时候总是夹杂着泥沙。河水有多深？两侧大约两英尺左右，中间有三英尺深。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排除。 那个人在趟过护城河时淹死了的这种想法了，哦，不会的，就算是小孩子，也不会被淹死的。我们走过吊桥，一个古怪的、饱经风霜而又骨瘦如柴的人把我们迎了进去，这就是管家艾姆斯。可怜的老人受到了惊吓，面色苍白，浑身打着颤。 乡村警官威尔逊是个身材高大、郑重其事却又心情忧郁的人。他仍然守在现场，而医生已经离开了。怀特梅森问：“威尔逊警官，有新情况吗？”“没有，长官。”“啊，那么你可以回去了，辛苦了。如果有需要你的地方。” 我们再派人去请你，呃，管家最好等在外面，让他通知西塞尔巴克先生、道格拉斯太太和女管家。我们现在有些话要问，呃，先生们，现在请允许我先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然后你们将得出自己的看法。这位乡村专家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扎实地掌握着事实，还有冷静、清楚的头脑和丰富的常识。就凭这些，在这份工作中，他就应该是很有发展的。福尔摩斯专心致志地听这位官方人士讲话，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经常在这种时候显露出的不耐烦。先生们，我们现在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案子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对吗？假设是自杀，那么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人先把结婚戒指摘下藏起来，然后穿着睡衣走到这里，在窗帘后面的墙角踩出脚印儿，以便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有人曾在这里等候他，并且打开窗户，把血迹弄得……我们绝不会这样想。”麦克汤纳说，“呃，所以我认为，绝不是自杀。这样看来，就必然是他杀了。接下来我们要决定的就是，凶手是外来人呢，还是…… 庄园里的人，好，让我们听听你的高见。这两种可能性要下结论都相当困难，可是两者必居其一。我们先假设是庄园里的一个或几个人作案，在万籁俱寂、但人们还没有入睡的时候，他们在这里。 抓到了，道格拉斯，然后用这种世界上最古怪、声音最响的武器去作案，把这件事情搞得尽人皆知。而且，这武器在庄园里又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理由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对不对？是的。 不会是这样的。好，那么这里的人都说，在听到枪声之后，最多不过一分钟，房子里所有的人就都到了现场。虽然塞西尔·巴克先生自称是第一个赶到的，但艾姆斯和所有的仆人也都赶到了。你们难道能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凶手竟能做出在墙角留下脚印、打开窗户、在窗台上留下血迹、从死者手上取下结婚戒指等等许多事情吗？这是不可能的。你分析的很透彻，我同意你的见解。福尔摩斯说：“好，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外来人。” 作案的想法，我们仍然面对许多困难。不过无论如何，不是完全不可能了。这个人是在四点半到六点钟之间进入庄园的，也就是说，是从黄昏到吊桥吊起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曾经来过一些客人。 大门是开着的，所以这个人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溜了进来。他可能只是一般的盗窃犯，也有可能他和道格拉斯先生有什么私人恩怨。既然道格拉斯先生大半生都住在美国，而这支枪又好像是一种美国武器，那么看来私人恩怨是最有可能的。 他溜进了这间屋子，是因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间屋子。他藏到了窗帘的后面，一直到夜里十一点之后。这时，道格拉斯先生走了进来。交谈的时间很短，如果真的交谈过的话，因为道格拉斯太太说，她的丈夫离开她，呃，没有几分钟，他就听到了枪声。 那支蜡烛可以说明这一点，福尔摩斯说：“没错，这支蜡烛是新的，烧了还不到半英寸。道格拉斯先生一定是先把蜡烛放在桌子上，然后才遭到袭击的。否则，他一跌倒，蜡烛一定会掉到地上。也就是说，他刚走进屋时没有遭到袭击。” 巴克先生到这里时，灯还点着，但蜡烛已经熄灭了。这一点很清楚。好，我们可以据此设想当时的情形。啊道格拉斯先生走进了屋里，放下了蜡烛。一个人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手里拿着这支火枪。 他向道格拉斯先生要这枚结婚戒指，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事实一定如此。道格拉斯先生把戒指给了他，然后就被残忍的，或者是在一场搏斗的过程中，以可怕的方式打死了。在这期间，他可能拿起过后来我们在地毯上找到的那只铁锤。 事后，凶手丢下了枪，大概还有这张写着奇怪的 “V V 三四幺”的卡片，不管它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从这扇窗户逃了出去，并且在塞西尔巴克先生发现死者的时候，趟过护城河跑掉了。呃，福尔摩斯先生，您觉得？ 这样的分析正确吗？您说的非常有趣，可是有一点不大令人信服。老兄，你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没有比这更不合情理的了。”麦克唐纳大声的说，“不管是谁杀害了道格拉斯，我都可以清楚的向你们证明，他是用其他办法做的案。他把自己逃跑的退路那样的切断，是为什么呢？” 保持安静是他逃跑的好条件。那么他使用火枪作案，又是为什么呢？福尔摩斯先生，既然您说怀特梅森先生的推论不能令人信服，那您应该指点指点我们。在漫长的讨论过程中，福尔摩斯始终坐在那儿，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不放过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词。 敏锐的眼睛东看西瞧，双眉紧蹙，沉思不语。麦克先生，我想再找些事实，然后才能进行推论。福尔摩斯跪在尸体旁边，说：“哦，这伤口的确吓人，能不能请管家来一下？” 啊、ah,，m 姆我听说你常看到道格拉斯先生钱币上的这个奇怪的标记，圆圈里套着三角形的烙印，对不对，先生？我经常看到，你从未听说有人推测这个烙印的意思吗？从没听说过，先生，这是用火烙的标记。 烙的时候一定要忍受很大的痛苦，m 姆斯，我注意到道格拉斯先生下巴上有一小块膏药，在他活着的时候，你注意到了吗？啊、呃，是的，先生，是他昨天早晨刮脸时弄伤的。以前你曾经见他刮脸时弄伤自己吗？呃，很久没有见过了，先生。 福尔摩斯说：“这很值得研究。当然，它可能是巧合，但是这也说明他的紧张，或者说他预见到了危险的存在。”埃姆斯，你昨天发现主人有反常情况吗，先生？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有点坐立不安，呃，情绪。 也很激动，哈！看来这次袭击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了，对不对，麦克先生？或许你还有些问题？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您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好，那么我们可以研究这张写着 “V V 三四幺”的卡片了。 呃，这是一张粗纸硬卡片。你们庄园里有这样的卡片吗？呃，我想没有。福尔摩斯走到书桌前，从每一个墨水瓶里都蘸些墨水，洒到吸墨纸上。这张卡片不是在这里写的，他说：“这里都是黑墨水，而那张卡片上的字却略带紫色。” 卡片上的字迹是粗笔尖，而这些笔尖都是细的。我认为这是在别的地方写的。埃姆斯，你能解释卡片上的这些字的意思吗？呃，不能，先生，我完全不能解释。麦克先生，你的意见呢？我觉得这是某种秘密团体的名称。 和钱币上的标记意义相同。呃、哦，我也这样想，怀特梅森说。好，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合理的假设，由此出发，看看我们的困难究竟能解决多少。那个团体派来一个人，他设法钻进庄园，等候着道格拉斯先生，然后用这支火枪。 轰掉了他的脑袋，又趟过护城河，逃跑了。他在死者身边留下了一张卡片，目的无非是：只要报纸上一登出来，那个团体的其他党徒就能知道仇已经报了。这些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可是武器有的是，他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火枪呢？ 对呀、啊，还有丢失的戒指，又是怎么回事？对呀、啊，现在已经过了下午两点，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凶手呢？我认为天亮之后，方圆四十英里内，每个警察肯定都在搜寻一个浑身是水的外来人。哦、福尔摩斯先生，您、嗯、说的没错。好。 除非他在附近有藏身之处，或者事先准备好了替换的衣服，否则他们是不会让他逃掉的。但，现在他们不是已经让他逃掉了吗？福尔摩斯走到窗户旁边，用放大镜检查窗台上的血迹，然后说：“这显然是一个鞋印儿，很宽，可以说是。” 八字脚，真奇怪！无论是谁在这沾满泥巴的墙角发现了脚印，他都会说这个鞋底的式样相当不错。不过，当然有些模糊。旁边的桌子底下是什么呢？埃姆斯回答说：“呃，是刀格拉斯先生的哑铃。哑铃，这里只有一只，另一只哑铃在哪儿呢？”呃。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也可能本来就只有一只。我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这东西了，一只哑铃。福尔摩斯严肃的说，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一个身材高大。 皮肤黝黑、外表精干、脸刮得很光的人探过头来看着我们，我马上就猜到，这就是那位我听人讲到过的塞西尔·巴克。他用傲慢的疑问目光迅速扫视了大家一眼。“对不起，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他说，“不过诸位应该听听最新的情况。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过，人们已经找到了他的自行车。这家伙丢掉了自己的自行车，请你们来看，放在大厅门外一百码的地方。我们看到三四个马夫模样的无所事事的人站在马车道上查看那辆自行车。车子原先藏在常青树丛里，后来被拖了出来。 那是一辆很旧的拉奇惠托沃斯牌自行车，上面溅了不少泥浆，好像骑过相当远的路。车座后面有一个工具袋，装着扳子和油罐，可是对车主的身份却没有什么线索。如果这些东西曾经登记编号，对警方就有很大帮助了，警官说。 不过，就算咱们只能得到这些东西，也应该感激不尽了。即使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至少很可能搞清楚他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这家伙究竟为什么要丢下这辆自行车呢？这倒是件怪事。他不骑车，又是怎么逃走的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案子我们似乎还看不出一点眉目来呀、啊。真的看不出一点眉目来吗？我的朋友若有所思的回答：“我看不一定。”